说偶像。2003年我在东京大学，唯一的收获就是那一年见了一次村上春树。见了他，我当面问到孤独，问孤独和沟通的关系，概括成一句话来说，用两句话，那就是孤独是连接的纽带。独自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咔哧咔哧自己剪头发，在最孤独最最孤独。莫言没念完小学，小五没念完。我比莫言强着，我念到初一。绝望和发牢骚抱怨毫无用处，领导看不上你看不上你，你活着又不是被领导看上你。人生只有一次，何必活得唧唧歪歪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